好，各位嘅网友，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我个 Facebook 嘅 account 咧就俾阿朱希伯格咧就系、是、行政拘留3日。咁啊，事源咧就系、是、我谂近排香港咧正色值一个政治非常敏感嘅时间。咁啊，可能啦我怀疑咧，有好多嘅 Facebook 嘅打手咧就系、是、投诉我嘅网页啦。希望咧，我喺呢个时段里边咧，就唔可以发言或者系出一啲我嘅关于我嘅节目系 po 上我嘅Facebook 嗰度。咁啊，毕竟我都几千人嚟 follow 紧。咁啊，最令我奇怪嘅地方咧，就系唔系我近排嘅一啲嘅言论，而俾 Facebook 咧系钉我个户口或者系禁言啊，而系呢啲嘅言论咧，出咗问题嘅言论咧，系追溯到咧系2013年嘅。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又系突然之间佢改规矩咧，就系话你以前嘅嘢咧秋后算账咧就犯例咧，所以咧你嘅 Facebook 户口咧就喺未来呢几日里边咧就唔准你出声啦。咁啊，进会咧就将我陆续咧有几条片咧就摆出嚟。咁啊，一个嘅 post 咧就系喺我一个2013年出席一个 forum 嘅时间咧，就系批评一个嘅嚟嘅讲者呢、这个讲者咧就讲一啲嘅。賣佢本書，咁啊當然我會話依啊更加好容易呃到一啲啊 DLL 啦咁啊大家明就明啦 OK，DLL 呢3个字咧，咁啊已經喺 Facebook 裏面咧成為一個禁語啦 OK，咁啊出咗呢個字咧就會出現問題。咁啊另外咧亦都有2个嘅言論咧，就係、是、一個咧就係我以前喺大院遊樂咧出咗一個 post 咧，就係講啊揾下何方咧係講我哋香港人咧喺過去咁多年咧，特別係中國嘅內戰同文革嗰陣時咧。我哋大包大包、細包細包，甚至人咧着好多衫褲啊，接濟大陸上面嘅一啲嘅居民。咁而呢一個嘅言論咧，係非常之中肯，亦都係政治非常之符合歷史發生嘅事況啊。咁啊，亦都係俾 Facebook 禁咗我嘅。咁我就覺得非常之奇怪。咁而今日咧，我哋 MIHK 香港製造網絡電視裏面嗰個 Facebook 嘅專業咧，亦都有早一兩年啊林康正嘅一啲嘅 post 咧。又俾人咧话，因为有 DLL 呢3个字咧，咁又俾人哋系禁言啦，咁样。咁换句话讲咧，我相信咧，MHK TV 同埋我，如果我自己本人咧，甚至无我其他嘅一啲嘅节目主持人咧，一定咧就会俾人咧严密监控，睇翻佢过去咁多年里边咧，有冇呢啲所谓嘅煽动仇恨啊，或者系种族歧视啊呢啲嘅文字咧。系犯咗 Facebook 嘅例咧，ban 我哋嘅 account 或者系唔准我哋喺短时间里边发言嘅。咁我谂呢个咧就系、是、比较系巧合啦。咁而家巧合地令我相信咧系有人做紧嘢啦。希望令到我哋咧冇办法咧喺呢敏感嘅时期咧去出 post 咧去批评啊政府啊或者系报道一啲相关嘅真实嘅事况嘅。咁啊有见及此啦，咁大家都会知道我哋其中嘅 Facebook 咧亦都系我哋我嚟宣传我哋嘅节目啊。或者系广播我哋一啲节目嘅片段啊，或者甚至乎做直播嘅一啲嘅渠道嚟噶。咁如果喺而家嘅情况咧咁敏感同埋麻烦嘅时候咧，我希望各位我嘅 follower 同埋我哋嘅观众喺而家嘅时期如果要睇我哋嘅节目咧，系上翻我哋 www.mihk.tv 嘅直播台，又或者咧系我哋嘅 MIHK YouTube 嘅 channel 嘅第二台。8点到11点，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去留心我哋嘅节目。咁啊，亦都话希望大家咧，暂时咧就系、是、只手就唔好咁重笔啦，即系费事咧，连分钟连我哋嘅其他嘅网页咧都会出现一啲唔同嘅问题，我哋嘅 Facebook 嘅唔同嘅组群啦、专业啊，都可能有呢啲嘅问题会出现。咁啊，希望大家咧，小心咁啊，亦都希望大家保护翻我哋呢个平台。唔好俾佢哋咧系秋后算账，或者系抽我哋嘅后脚，令到我哋咧冇办法发表我哋嘅言论。咁啊，我都未谂到有任何嘅方法点样 Facebook 嘅投诉，因为据我了解咧，Facebook 去审核呢啲嘅文字上面嘅小组咧，喺大陆嘅上海嘅基地嚟嘅。咁而呢个负责呢审批嘅主管人员咧，亦都系一个中国人。咁啊，当然啦，即系 Facebook 系一个非常之有问题嘅组织。咁啊，希望我哋有時間咧，我都可以係真係去信，或者係點樣去反映俾相關嘅人士咧。朱温伯格咧，真係做啲好閪嘅嘢即係喺幫手呢個中國嘅邪惡嘅呢個嘅團體咧呢個組政黨咧，打壓我哋香港人嘅言論自由，咁啊非常之不得了，即係唔可以用寬恕嘅一個嘅侵犯人類權利嘅行為嚟嘅。咁啊好啊，亦都我琴日咧就喺度感謝咧，喺我琴日出咗 post 之後咧。相对去支持我哋啦，捐香油钱啊，
持续发展基金啊，同埋订阅我哋节目嘅老友记咁啊，希望大家明白喺近排里边咧，因为政治嘅氛围啊，同埋社会嘅气氛咧，非常之低沉啊，大家亦都吓饱受呢啲嘅担惊受怕。咁而我哋嘅节目咧，希望纯粹都系俾到资讯同埋娱乐啊，同埋文化嘅上面嘅资讯咧，俾到大家。咁啊，当然啦，大家可能喺而家每日24小时都睇住留意唔同嘅政治新闻啊，或者一啲嘅时事嘅评论嘅节目。咁我哋当然咧就会变咗 lower priority 啲，或者 second priority 啲嘅情况啦。咁但系希望咧，大家都继续要关注我哋嘅节目啊，同埋咧就系一定要吓 subscribe 我哋嘅节目，同埋俾年费啦、俾月费啦，同埋吓持续发展基金去支持我哋。咁呢个咧，我只可以持续到运营运到落去。咁喺呢个困难嘅时间，我呼吁大家咧，记得交台费，记得交月费，甚至乎买我哋嘅年 plan 1200蚊，12个月，每日只需要3蚊鸡，仲送 T 恤俾你添。希望大家紧多多支持，因为近排的而且确咧系出，就算我系减轻咗成本啦，都系见到个收入咧系大幅咁样下滑啦。因为呢个系我始料不及个社会嘅状况之后咧，令到我哋嘅打击咧就都系一个比较严重嘅一个嘅影响嚟嘅。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亦都多谢过去啊呢几日即刻吓拔刀相助下吓大饱私囊咩咁啊大饱私囊呢个就系大解系咪叫大解私囊系咪唔系大家音浪嘅，应该系马俊吓。咁啊，多谢啲嘅老友。我其实唔应该成日拍包书包，我毕竟我中文咧读到中三嘅啫吓。咁唔好意思，各位老友记，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感激各位。